这个夏天，武侠世界万众期待的武林大会即将展开，江湖众人齐聚一堂。选手中有身经百战、德高望重的武林前辈，也有初露锋芒的武林新秀，更有实力惊人的踢馆选手虎视眈眈。经过重重比拼，谁能成为新一届的武林盟主呢？欢迎收看导演对我下手了之武侠选秀篇。欢迎大家收看由视频第一汽车品牌爱奇艺冠名播出的《武林有盟主》，我是武林盟主慕容谦。今天各路英雄齐聚这里，将展开激烈的竞争，到底谁将成为下一任武林盟主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三位评委老师。对于这次比赛你怎么看？肯定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目标，要做的话就要做到最好。对于这一次的比武，我是很有信心的。我觉得我有能力拿到属于我的位置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有请我们的第一位选手上场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不愧是大侠，他一定是冠军的有力竞争者。因为他质量很低，很多人弄太高了。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选手，哎，不对，他们是一对组合，有请他们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沙雕组合。我觉得他们实力很悬殊，所以分开机会可能更多一点。你们愿意分开吗？我们是一个组合，我们是兄弟，不愿意。那很抱歉，你们没法晋级了。Respect， 兄弟。接下来要出场的是闪电豹灭门师太。此路是我开，此处是我在，我闪电豹吃饭从来不给钱。我觉得他非常不错。啥意思？果然是欧积极的人物。好多位老啊，完全可以代替我的位置。大哥，我觉得他以前不是这个水准，应该可能是年纪的问题。对，不要给他听。对对对。那么我宣布，这个长风和闪电豹晋级，灭门师太淘汰。我没有遗憾。我觉得要给年轻人机会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1v1 battle 车轮战环节。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一位特殊的踢馆选手，踢馆选手可以选择任意项目向我们的晋级选手发起挑战。让我们掌声有请踢馆选手鸠达摩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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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我鸠达摩算什么武林大会？看这个气势，一定是个高手。他的那个笑声完全透出了深厚的内力，果然是高手。来吧，我要跟闪电豹切磋武艺，过来。天堂有路我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今天就先放过你一马，告辞。输啊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，但是能跟他同台我真的已经很满足。鸠达摩，我长某来会会你。那就要看阁下有多少斤两了。我选择和你舌战。本栏目由视频第一汽车品牌爱奇艺赞助播出。本场的舌战题目是武功秘籍能否共享。武功秘籍当然不能共享，各门各派都有自己的传承。如果秘籍共享早一点启动，就不会有那么多武林绝学失传。对，共享秘籍后你不劳而获，这还公平吗？你们这些武侠中的主角，动不动就获得秘籍，被人传授几十年的功力，音响都比别人好，有何公平可言？哇，现在场外之声，鸠达摩已经遥遥领先了。我觉得长风上场啊有点紧张，我会把票啊投给鸠达摩。说得真好，有理有据，不愧是踢馆选手。小生从小痴迷武学，但是你们中原人固步自封，拒绝与我们交流学习，害得小生
苦心钻研也不得要领。如果秘籍能够共享，等小僧练成神功之日，我定要血洗中原武林，把你们全部都杀光。喂喂喂，我不对耶，不对耶，节奏不太对呀。一路踢馆到现在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果然反派还是忍不住把心里话说出来。接下来我宣布本场比赛的冠军，他就是……你们觉得会谁？冠军的名字是三个字，还是两个字呢？冠军是个男的，还是女的呢？冠军究竟是谁？恭喜长风获得冠军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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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ackson 万王嘉尔 ，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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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t feeling like feeling like a Babylon，finding my shine like a diamond。我觉得很尴尬，我觉得很尴尬，我觉得很尴尬。